所以说，贫贱夫妻百事哀，老话说的一点都不假。是，有钱人也有烦恼，可是人家至少不为钱发愁。小雅，哎，你自己想想，你要是真嫁给欧阳了，你这后半辈子就妥了。哎，不光你，你爸，咱们整个林家后半辈子就都妥了。你想想你爸，为了你辛辛苦苦这一辈子了，花钱给你看病，花钱供你上国外读书，到现在老了老了还挤在这破屋子里，守着个破排档，你就忍心让他像现在这样受苦吗？你就不想让晚年享享清福？我说句不好听的话，欧氏家族给咱们丢块骨头，咱们林家都能啃一辈子。姑啊，说了这么多，你听进去没听进去啊？姑，我跟欧阳能真的只是普通朋友关系，所以你就不要乱猜了。你们现在是普通朋友关系，你也可以让他变成非普通朋友关系啊。你不是他秘书吗？你抓住机会。老话怎么说的？女追男不曾杀，你别犯傻，明不明白？那这孩子从小到大就这样。我到了。油盐不进的样。我跟欧阳不管是什么关系，跟你都没关系，所以我真的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跟我说这样的话了。今天的牛角包我专门加了新料，给你留了两个，你别忘了吃啊！我上班去了。别犯傻。接我了吗？我们家现在不光有我爸，还有一个特别奇葩的姑姑，要让她看见了，我今天晚上又别想睡觉了。什么奇葩姑姑？多奇葩！你不会想知道的。好吧，哎，以后我每天都来接你上班。不行。怎么就不行啊？这是身为你男朋友我应该做的，不可以拒绝。哎，你手里拎的什么东西啊？你猜。牛角包。哎，给我尝一个。你以后要一定要来接我的话，就再也吃不到我做的牛角包了。怎么这样啊？还说是普通同事关系，明明就是不想帮衬穷亲戚。这没有血缘关系的种，就是不一样。明天别来我家接我了。什么时候才能光明正大的送你啊？谈恋爱干嘛偷偷摸摸的，跟搞地下工作一样，就像我姐跟陈哲似的。当然啊，我们可跟他们不一样。我爸昨天说了，坚决不允许我姐嫁给陈哲。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无论遇到什么，无论我爸怎么反对，我都会坚持，请相信我好吗？我当然相信你了。好了，快点把牛角包吃了。那我先走了，咱们俩一会儿办公室见。
目前鹿岛上的拆迁安置工作进展很不顺利，大大拖慢了整体的项目进度。先前投资入股的两家公司也都在考虑撤资问题，剩下几家大的投资公司也都持观望态度。关于长兴岛南部地皮抵押的问题，跟银行之间的沟通很艰难，银行方面报出的抵押金额只占咱们预估的70%，而且利息相当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整体项目完成至少需要2年左右的周期，我怕到时候整个集团的现金流会被鹿岛项目拖垮。目前这个状况，大家有什么看法？刘经理，你的意见呢？李总，咱们新开业的酒店先前在欧氏集团新品发布事件中起到了非常正面的宣传效果，目前 GOP 和 RevPAR 数值已经达到了集团旗下经营5年左右的酒店平均值，而且现在依然有增长的趋势。我觉得咱们完全可以等到更恰当的时机再启动鹿岛项目。在当下国内国际上的众多顶级酒店管理集团目前纷纷把精力都投入到了鹿岛上，据我所知 AHG、 希尔顿、 Starwood 三家酒店集团已经在岛上投资新建了项目，目前在国内也有多家房地产集团公司与我接洽过，他们对这块地皮相当感兴趣。所以我想告诉你们，酒店项目和普通住宅项目是不一样的，我们只有抢得了商机才会赢到最终的胜利，这是我们黎氏集团一贯的主张。当年从一家小小的餐饮店迅速扩张成国内数一数二的酒店餐饮连锁集团，进而转入高端酒店领域，靠的就是敢打敢拼，比别人领先一步的战略方针。我说过，资金的问题我会来想办法，而你要做的就是抓紧完成清退工作。鹿岛的项目必须要坚定不移地按计划进行。散会。泼一泼冷水。小黎叔，如果两个人最终不能走在一起，是不是一开始就不要去浪费彼此的时间和情感？梅雅，人生在世，结果有那么重要吗？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最终的结局都会是死亡，可我们干嘛还要这么热烈地活着呢？因为过程很美妙。况且你怎么就知道最终的结局一定是不好的呢？梅雅，如果你不爱他，就尽早告诉他；如果你爱他，那么就和他一起努力，对吗？哪怕最终的结局是分手，也一定会有一个同样优秀的男人去爱你。谢谢你，小李叔。
集团要是增资的话，股权就相当于稀释了。我爸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些绑匪的目标是欧阳。赎金的问题，我已经解决好了，放心吧。爸，您从哪调来这么一大笔钱？现在不是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喂，陈总你好啊，我这边是财务部，那个王总想要一下这个季度的销售报告，不知道您这边方不方便？啊，一会儿找人送过去。哎，等等，你跟王总说，我一会儿亲自过去一趟，我是有事找他。哦，好的，我知道了。把这个季度销售报告送到我办公室，快。王总，陈经理，你说这小事儿还要你跑一趟，下面人干什么？不是顺手的事儿，正好我还有个事儿要跟你商量一下。您说，只要我能做到。啊，是这样，我得要一下咱们集团啊近五年以来所有的财务记录，不是那种笼统的报表啊。你说的就是账目明细吧？欧瑞欧总让我带他取一下，要不这样，我让他给你打个电话，让他给你讲一下。哎，不用不用不用，没那个必要。哎，不就是账本吗？我现在叫人去整理一下，回头给你送过去。好，那麻烦你了。哎，没事没事，赶紧去忙吧。哎，去去去。你听说了吗？销售部的陈哲原来跟欧瑞有一腿呢。这种事怎么可能不知道？现在公司里啊早就传开了，据说啊两个人貌似在一起挺长时间的。我就说嘛，他怎么能升得那么快？原来背后有那么硬的靠山。哎，那这么说，是陈哲傍上了欧瑞，所以甩了林美雅；不是林美雅傍上了欧阳，所以甩了陈哲喽？那这么说，林美雅是因祸得福啊？嗯，你们俩。上班时间议论领导，有意思吗？问你们话的有意思吗？陈经理啊，没什么事儿吧？没事儿，您忙吧。欧总好，怎么哪儿都能碰到你啊？进来，换个地儿跟你谈谈。进来。欧总到底什么事儿啊？非要来这儿说？这儿多好啊！阳光明媚，视野开阔。每天闷在那办公室里昏昏沉沉的，带你出来见见阳光，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哎，是不是换个角度看世界，整个感觉都不一样？谢谢欧总。体恤员工啊，但是我不觉得办公室里面昏沉，反而是这个地方觉得有些脚不着地。是楼太高了吧？缺氧。缺氧？我看是因为陈经理一向喜欢躲在见不得光的地方聊天谈事儿，
有点不适应吧。欧总，有什么话呢，您大可以直说，不必拐弯抹角。咱们之间如果有误会呢，把话说开了不就好了吗？你我之间不存在任何误会，你所做的那些见不得光的龌龊事，都是我亲眼所见的事实。我是真的不知道我做过什么见不得光的事，但是既然欧总这么说了，那我就不解释了，您爱怎么想怎么想。其实你解不解释我一点都不在意，不过有件事情我要搞清楚，你是不是还爱着林明雅？王总，您身边的女孩很多，我相信您是从来没有见过像梅雅这种单纯善良不设防的姑娘，所以您觉得新鲜，您想玩一玩，我觉得很正常，我也理解。但是小雅不行，她没有资本跟你玩这个游戏，所以我请求你放了她吧。什么意思呀，陈经理？林梅雅现在是我的秘书，请你对我的秘书尊重点。欧总，一会儿我送她回去，不劳您费心。我是她的老板，她现在在工作。你三番五次的让我离林梅雅远一点，当他出现危险的时候你又跑去救他，当他对你百般挽留的时候你却又毅然决然地把他推开。能证明这一切的只有两种可能，一，你是个精神分裂；二，你宁愿放弃爱着的林媚雅转而接近我姐，就是把我姐当成了你成功路上的跳板。你根本就不爱她，你根本就是在利用她。我跟林美雅在一起20年，我们从小一块长大，这种感觉就像家人一样。那块广告牌倒下来的时候，我只是恰巧路过，看到家人有危险，我相信你也会毫不犹豫地冲过去吧。至于让他离你远一点，那是因为我要作为前男友尽最后的义务和责任，毕竟欧总你之前的情感经历不那么让人放心。还有欧瑞，我爱他。我这么拼命工作，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配得上他。你别做梦了，你这辈子都别想进我们欧家的门。总有一天，我会摘下你的面具，露出你丑恶的嘴脸。我劝你好自为之。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我也告诉你，我跟欧瑞将来会发展到什么地步，那是我们之间的私事，你这种局外人没有资格指手画脚。有了靠山，跟我说话的态度果然不一样。嗯，我警告你，离林梅雅远一点。至于你跟我姐，根本用不着我来插手。欧阳，凡事留一些，日后好相见。万一哪天我真的跟你姐结了婚，在家里面碰上了，你不得叫我一声姐夫吗？还有李媚雅，你是喜欢她是吧？那你更要对我态度好一点，毕竟我们在一起20年，所有的一切我都了如指掌。如果你有不懂的话，可以尽管来问我，我可以大方地告诉你。干什么？放手！放手！我告诉你，关于梅雅的一切，我用不着从你的嘴里知道，因为你太脏了。
喂，你好。喂，是林秘书吧？我是财务部，想问一下欧总下来了没有啊？20分钟之前他说要到财务部，为你的一笔临时绩效奖金授权签字。我的临时绩效奖金？是的，欧总说是这次你在出差公干期间贡献突出，特别要求我们主管特批的。林小姐，您要是看见欧总，麻烦跟他通报一声，没有他的签字，我们没法出账。嗯，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你吓死我了！你什么时候来的？你也不出声音，我都不知道。我就过来了，我在这儿看你半天了，就是你太粗心没在乎而已。哎，这个财务我真是的，本来我想给你个惊喜，结果被体检给剧透。谢谢你，欧总。只是一个谢谢而已啊！那你还想干嘛？人家这次出差公干本来就是贡献突出嘛。是。你刚才去哪了？我本来是想去财务部给你签字，但是我一想，就这么签了，那也太亏了，是不是啊？怎么好歹你也得亲我一个吧。亲你个大头！疼啊！必须要亲一个。别走开！我脚踝了，脚踝了，脚踝了，脚踝了！你可以点儿，你可以去给我签字。你都说了亲一下我就去，快点！不用亲，你不亲我就不去啊！你不让我飞了一个，飞了一个。你俩干嘛呢？光天化日的也不注意一下影响，现在可是上班时间。不是李文文，你怎么又来给我送饭来了？我上次不是跟你说的很清楚了吗？嘿，你可别自作多情了，谁给你送饭？我是给美雅送饭的。美雅，吃饭。陈总，没空。对不起，有事儿吗？啊，那个财务部把东西送过来了。谢谢。嗯，没事儿。之前管我们要的那个账目明细，有一年的那个年份弄错了。不好意思，是我们工作上的失误。账目明细是谁跟你们说我要的？哎，不就是那个销售部的陈经理吗？他刚才来我们财务部说要看集团近五年的账目明细，您不知道这事儿啊？哦，我想起来了，我前两天是跟他提起过。那你们把错的账目换过来吧。哦，还有，不要跟他提起我知道账目搞错的事情。哎，好好好，明白明白明白。在公司呢，对啊。哎，我说，你们家黎微微这个时间不是应该在老店刷盘子吗？怎么现在她这么自由啊？怎么着，我们家微微又跑到你那儿去了？过去是给我送饭，现在改给林美雅送饭了，我只有看着的份儿喽。现在，我们家微微崇拜的人是人家林美雅，
你不行了？你没发现自从微微从泰国回来之后整个人都变了？我感觉她一夜之间仿佛长大了许多，所以现在呢，我就没必要对她要求那么严格了。每周一天去吕家老店帮帮忙就好了。梅雅，你快喝这个汤清热解毒。欧阳这个人脾气太暴，而且还任性，你在他手底下工作肯定会受不少委屈的，所以你一定要多喝这个汤败火。明天我再让阿姨给你熬乌鸡汤啊。好。过去他最崇拜的人是我，我现在突然就变成了脾气暴躁还任性的。哎，对了，你那个伤怎么样了？放心吧，比我伤没什么大事。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有一个正事想跟你商量商量。什么事儿啊，这么严肃啊？我呢在鹿岛有一块地，想建议一个以旅游度假为主题的高端酒店，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和我一起合作。酒店？你也知道欧氏除了设计过一些商业住宅项目，从来没有涉足过酒店这一块，董事会那边会不会感兴趣我也拿不准，要不然你问问我姐。欧瑞就算了吧，之所以找到你还是出于为你的考虑。如果这一次你能够促成我们欧黎两家的合作，并且代表欧氏集团成为我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我想对你在整个欧氏集团的地位的稳固是非常有帮助的，对吗？好，晚上俱乐部见。嗯，好，晚上见，拜拜。微微，你别老看着我吃饭，我都不好意思了。该说不好意思的人是我才对。以前我以为你跟那些爱慕虚荣、一心只想着傍大款的女人一样，后来我才发现，我是一直戴着有色眼镜在看你，而且你还不计前嫌地救了我。我跟你说啊，在曼谷我已经跟欧阳说清楚了，我以后再也不会纠缠他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顾微微，你以后千万别再跑来给我送饭了，太麻烦了。再说我一个小秘书坐在这儿吃饭，让老板看着我，这多不好呀，你说是不是？怎么还秘书老板的？你俩还没确定关系啊？欧阳，你怎么还没跟梅雅表白啊？一个大男人怎么那么磨磨唧唧的？谁说我没表白啊？表白啦？他怎么跟你说的？你说我听听呗。哎，李薇薇，这种事有这么打听的吗？哎，我八卦一下还不行啊？你们两个姐妹形成禁锢着聊天了，这么好菜都被耽误了。那你还不赶紧过来加入我们，我们一起吃。哎，正所谓不打不相识，化干戈为玉帛。我真的是打心底里为你们开心。哎，这菜不错啊。那必须的。嗯，这好吃。你多吃点。嗯。对了，梅雅，晚上我约他哥去谈事，你要不要跟他去啊？哎呀，你刚才打电话我都听见了，又是俱乐部，你们一天到晚打打杀杀的，无聊不无聊啊？梅雅，晚上咱俩一起吃饭吧，我想请你吃饭。你有钱吃饭了？那当然，我现在可是财务自由了。那你得请人家吃大餐啊，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啊。是必须的。微微，今天晚上可不行，今天晚上我约了思雨了。没关系啊，咱们三个人一起吃呗。你的朋友那可不就是我的朋友吗？真的可以吗？当然啦。快吃快吃。吃饭不好好吃，玩手机，低头族，把胃都弄坏了。吃的新鲜词儿真不少。得，不玩了，吃饭吃饭吃饭。得，我吃好了。啊？哟，你慢走慢走慢走，二婶慢走啊。哎，小心头小心头。哎，慢点慢点。二老师，那你慢走啊。哥，
你看的这一中午都是旅游网站啊？你要出国玩啊？哎，正好我最近这两天也闹心，我陪你出国，咱们散散心去。哎，这回不行，你现在得赶紧把那点事儿你给处理干净了，下回吧，下回哥带你去啊。哎，你有护照吗？没来得及办呢。你这简直是本末倒置，你得先办护照，然后再看去哪儿玩。是，我呀让小雅去我办。小雅已经那么忙了，你别折腾她了，我去给你办吧。嗯，你把身份证给我，再给我2000块钱工本费，一会儿吃完饭我去帮你办去。办个护照需要这么多钱啊？你以为呢？那要是便宜了，那普通老百姓说办就办了啊，跨出家门就出国旅游了。那成，我去给你拿身份证签去啊。嗯。身份证和2000块钱，你收好了，把钱别丢了。你吃完饭就去啊。好。你把肉都吃吧。就吃这个，凑合吃点。从回来到现在，你也不见我，你这是躲着我呀，还是什么意思？嗨，怎么能叫躲着你呢？这不是在泰国受了一点伤，回来有一堆的事儿，伤刚好，我就来了嘛。你来，是有什么事儿吧？是有个事儿想让您帮忙。别吃这个了，我请您吃饭，咱们边吃边聊。你看着点，我一会儿回来。啊，这真的是太丰盛了，真的不好意思让你破费了。嗯，跟我客气什么呀？我早就说过要请你们吃大餐的。哎。我真的，我下辈子、下下下辈子、下下下下下下辈子，我都没想过，你们三个居然能坐在同一桌吃饭。思雨，我真没想到，你跟美雅关系这么好。林美雅的好朋友，那也就是我林薇薇的好朋友，咱俩以后就不计前嫌，也做好朋友吧。我的天哪！我是不是眼睛花了？我看到了什么？你们俩握手这种时刻怎么能少了我呢？带我一个，以后我们三个是好朋友。好了，快吃快吃快吃，三个傻子。哎，薇薇，你是不是也有个什么双胞胎姐妹啊？那天看见的根本就不是你吧？是不是啊？林薇薇重生了，过去的那个我你就忘了吧。行啊，你们呀，你怎么把她变成现在这样的？我什么也没有做。谁说你什么都没做？我发烧的时候，你砰砰砰几下，我烧就退了。我被那帮匪徒拖走，又是你解救了我。要不是你，我就死那儿了。就算侥幸活下来，我也是带着阴影活着。哪能像现在这样，笑得这么无所顾忌？静，笑得无所顾忌。静，笑得无所顾忌。静，笑得无所顾忌。We'll be right back.
没痊愈，别上这么大的量，小心伤口撕裂。师傅，疼。哦，起了吧。啊，好久没练了嘛，卧推重量怎么减低了？哦，跟我说说吧，你这个项目打算怎么操作啊？啊？不至于吧？举两下铁，耳朵都不好使了。这个项目打算怎么操作？我知道，你们欧氏集团在鹿岛和南捏的交界处有一块即将落成的楼盘，对吧？应该是和当地政府合作的四栋两线房。这样，你拿出其中的一栋给附近的村民作为安置楼，再拿出2亿的资金，我给你们欧氏集团整个项目40%的股权。项目的运作由我这边来负责，毕竟我们集团做酒店这一块很有经验，你也知道。当然，项目的监理可以给你们欧氏集团，你觉得怎么样？一栋楼加2亿资金才40%的股权，你是不是胃口有点太大了啊？大吗？一点都不大，好吗？我这么跟你说吧，酒店住宅和普通住宅是两种概念，普通住宅属于一次性投资，而酒店项目需要大量的资金来做后期的维护，比方说人员的管理、设备的维护，这些都需要算在折旧成本里边的，而这些对于你来说只是一次性投资，剩下你都不用再管。这笔买卖对于你和欧氏来说非常合算。还有，你们的这个楼盘，据我所知，应该靠南联市比较近一点。我是按南联市均价10000的价格来给你算的楼价，而这个价格已经比当地的售楼价高出了10%。情的人。